教官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家庭星月的王艺锦。教官，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对不起，我再说一次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把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Thank you.